都说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就是皇上，后宫佳丽三千，美女如云，每天晚上挑一个侍寝，几个月都能不重样。但是皇帝虽然开心了，谁考虑过后宫的女人们的感受呢？虽然宫斗剧中的女人们一个个都是生龙活虎的算计别人，可是她们内心的苦楚也不是旁人能知道的。当皇帝对一个妃子的表现不满意的时候，他会对这个妃子做出什么举动呢？据说呀，这时候的太监就发挥了很关键的作用。皇帝会命令御前侍奉的太监触摸这个妃子身体的某一个部位，位置很有些门道，是一个人体重要的穴位。这个穴位的来头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史料危机，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妃子与太监的故事。古代的翻牌制度，都说呀羡慕皇帝后宫佳丽三千，可谁知皇帝每日跟谁睡觉，睡在哪儿，睡多长时间，都是有严格流程要走的。在清朝时期，有些侍寝的嫔妃可不是凭心情爬上龙床就能得到皇帝宠幸了。按照清朝的制度，皇帝宠幸嫔妃时，这些被召唤妃子要先在养心殿的偏殿候着，若谁被叫到了，晚上便准备到养心殿的西侧侍寝，其余妃子便可以下班回自己住处。而侍寝皇帝的行宫要先在门前倒挂红灯。清朝是中国封建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正是在这个王朝中出现了一种将女性位置放得很低的制度，那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翻牌子。所谓的翻牌子，就是由内务府的人把后宫的嫔妃们的名字写在木牌子上，然后由皇帝自己翻开，翻到谁，今晚就由谁来陪皇上睡觉。所以说呀，这后宫的女子其实除了外人看起来有一些无法企及的荣华富贵之外，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自由，连晚上陪皇上睡觉都不能自己选择，更别说遇到真爱了。清朝会设有专门的机构来管理皇帝的后宫事宜，这一机构就是敬事房。皇帝宠幸妃子的过程是非常繁琐的，而这些都是由敬事房的总管太监来负责的。首先呢，皇帝在忙完一天的朝政之事，吃过晚膳之后，敬事房的总管太监便会呈上一个有写很多有妃子绿牌子的盘。皇帝如果有心思，便会抽一个牌子，如若实在乏累，就会让太监退下去。在皇帝抽完牌子之后，太监就会去通知即将被皇帝宠幸的妃子。经过一系列的梳妆打扮，干干净净的妃子就会被裹进被子里，太监则会背着她直到皇帝的寝宫。那得到宠幸的妃子必须裸身裹被进入是怎么回事呢？这还要从前朝的明代说起。明朝嘉靖年间，皇帝老儿为求长命百岁，深信道教养生之法，召集大量十多岁的宫女，采其处女精血炼制丹药，为保宫女干净，经期期间宫女只能饮露水，食桑叶。除此以外呢，她们还要受到嘉靖的折磨。明宫词就有记录，世宗性变，待宫人多不测，宫人惧。大概的意思是嘉靖性格怪癖，侍奉他的人很多都被他折磨死了，因此宫中人都很怕他。这些十几岁的少女被折磨得实在受不了了，便起了杀心。等到嘉靖睡了，便打算刺杀嘉靖，制造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宫女叛乱，后人也称人淫宫变。出于皇帝的戒备心，防止嫔妃之中出现刺客，
因此清朝要求妃子必须裸体到宫殿侍寝，但皇帝的女人又怎能被他人瞧见，便想出了一个法子，侍寝的嫔妃先去一间屋子脱衣沐浴洗干净，宫女再用被子或衣服将其裹好，由太监扛着背进寝宫，这样就大大减少嫔妃带凶器入内的可能性了。将妃子送达之后，太监便会退下，在房外守候，而皇帝在这一过程中也不需要什么劳动，妃子会从皇帝脚步匍匐前进，钻进皇帝的被子中，皇帝只需要用心体会便可，而妃子则会竭尽所能讨得皇帝的欢心。但皇帝可不像你认为的那么幸福，他连房事时间都必须由他人把控。首先，进入寝室的妃子不能从皇帝身边跨过，更不能直接躺到皇帝身边，而是要先等皇帝上床，妃子再从脚跟处爬入。其次，皇帝宠幸妃子时，太监会在外面候着，若时间太久，太监便会大声高喊到时间喽，如果皇帝不理太监，太监便会再喊三声，这是为了让皇帝不要迷恋女色弄坏了身体。最后，侍寝完的妃子需从皇帝的脚跟再爬出，这系列的流程就走完了。太监摸妃子的原因，在完事之后啊，太监便会上前问皇帝留不留，其实这一过程也是在给妃子评分。这个留不留其实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问问这个妃子要不要在洗干净之后送过来陪皇帝过夜，第二个留不留呢，就是指皇帝留在妃子身体里的东西要不要留下，换句话说就是要不要给这个妃子一个怀上龙种的机会。如果皇帝和这个内务府的人说了一句留，那么就会有专人去在小本子上把这件事记录在册，写着在某年某日某时皇帝临幸了哪一个妃子，以此来记载所以曾经受孕过的妃子，这是皇宫中祖宗定下来的规矩。然若是皇上说了一句不留，那么这个太监就会想办法让皇帝的子子孙孙全部从妃子身体里流出来，不给他母凭子贵的机会。这一过程是有点复杂的，需要有经验的太监对该妃子的某一穴位进行按摩，这一穴位就在女子的腰部和臀部之间，一般人很难掌握这一部位，一旦找到这一穴位就会用力地按几下，使妃子体内的龙种流出来，以免留下皇帝的子嗣。这就是为什么妃子会被太监触摸身体，这一过程对女性来说是极为不公的，但是身处那一时代，她们也只能无奈选择接受。失去皇帝龙种的妃子以后受宠的几率也不会太大，基本上会在后宫中孤苦地过完自己的一生。所以为了让皇帝留住，妃子们需要表现出一种皇帝很厉害的样子，自己已是体力不支，只有被人搀扶才能行走。如此一来，皇帝不仅感觉自身良好，很有可能为了怜爱妃子把她留下来。最是无情帝王家，为了得到身边这位老虎的宠幸，大家不得不拼命相争。自古以来，皇权都是历朝历代想要拥有的东西，为了保护皇权或者得到皇权的庇护，皇家不得不制定一系列的规矩来延续皇室相传。像延续香火这么重要的东西，必然也会有一定的流程。只不过若让你当皇帝，或许你更想在现在这自由自在的时代做一名普通人吧。虽然随着时间的流逝，封建君主制也已经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但是我们生活在幸福的男女平等的社会，还是要回顾一下以前的封建王朝，女人的地位已经低到了尘埃里，尤其是皇宫里的女人，
伺候着一个全世界最有地位的男人，甚至连能否拥有自己的孩子都不能选择。而每次和这个所谓的丈夫行夫妻之事之后，不光享受不到任何欢爱，还要竭尽全力去讨好皇帝。最让人难堪的是，事后还要被太监摸自己的屁股，这对于女性来说简直就是天大的侮辱。所幸的是，我们的现代社会对于女性的尊重还是相当看重的，而在人人平等的大社会条件下，以前那种情况也不会再出现了。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您的观看。如果您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再见。